紧握你的手中，帮你解渴。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。因为我今天没有在家，我在外面，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卡，或者背景的话。Hello， 你们看今天黑不黑呀？你们看着，欢迎。哇，会不会有点抹啊？灯光不够亮。对了，你们看着黑不黑呀？说一下，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有点黑是吧？是不是就是感觉背景很，就是感觉灯光不够的那种样子是吧？Hello， 芬妮。这是因为我现在在我哥这里，然后可能灯光有一点点不太够，但是应该还好吧，我叫重新弄一个灯开一下。你看我后面这个钢铁侠厉害吧？帅不帅？你们说我后面这个钢铁侠帅不帅？谢谢，送的小心心。惠子感冒了吗？对的，惠子感冒了。谢谢芬妮送的心比心。Hello， 欢迎，么么哒，超酷的，还有很多，一会儿再给你们看。然后这里看不到我自己的黑不黑，所以说我就问一下你们，如果很黑的话，我就重新调整一下；如果不黑的话，能将就看的话，我就重新将就看一下。Hello， 超酷！一会儿再让你们看钢铁侠，好吧？还有很多，只不过灯光有点黑，不过马上调整一下。我哥，对，今天就我一个人直播。我哥的话，我哥他在剪音乐。今天在我哥这里，在我哥这里。现在好点了没？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吧？灯光。谢谢1108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Hello， 欢迎。小哥哥会打球，打球打得一般吧，但是打得不是很好。看得到你，就只看得到我吗？然后其他都看不到吗？有那么黑吗？不可能吧。你也会打，没事，改天约一波。我打得不好，不过惠子跟拽哥打得好。昨天拽哥直播你没有看，你为什么没有看拽哥直播？自己说自己打得不好的小哥哥其实都很会打球。没有，让我关注你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没有，我是真不会打，我打球都是拽哥跟惠子教我的。
那时候我在姥姥家。好吧，那你只能等下次再看拽哥喽，对吧 ？Hello， 沙拉黑哟，谢谢好沙拉黑哟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那豆哥打球好吗？他运球还可以吧？打球他不经常跟我们打，所以不知道。有时间比比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，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打球嘛？约。今天播到几点？今天我们就播一个半小时，9点到10点半。嗯，谢谢。什么那啥，我有点读不来，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听说你唱歌很好听哦，你听谁说的？我歌都不会唱。嗯，没有，我唱歌普通话都说不好，还叫我唱歌，你们这是为难我了。谢谢一只松松。欢迎一只松松。只是不知不问不痛不痒，多少的时光你跳舞我真的爱了。没有啊，我不会跳舞，我只会玩球。跳舞的话一般都是馆长跳的比较好吧。明明很好听，没有，我普通话都说不标准。女生一般都不打球，但我例外。女孩子打球挺好的啊，第一她身体比较好，对身体比较好，练习协调性吧。好久要乐舞，这个没懂什么意思啊。哎，什么？我没弄懂，好听。你听过我唱歌吗，猫七妹妹？还说我唱歌好听。哇，那你跟我一样高哎，那但是看着你肯定会比我那啥一点。你们好久去广场跳舞，我们不跳广场舞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一只松松，谢谢。好，真，你刚刚不是唱了吗？我没唱啊，我在放歌给你们听。Hello， 大姐，哥哥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云南的，所以说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，但不是所有云南人普通话都不标准，只是我的普通话不标准。我110斤，感觉你变帅了，我天，没有啊，美爷，好久去玩球，我们一个礼拜会去打一两三次球吧。今天的背景怎么不一样？因为今天我没在家，我在我哥这里直播，背景不帅吗？钢铁侠护法。一会儿给你们开一下。我姐姐最近去云南玩了，她应该去大理玩吧，对吧？谢谢一只松松送的口红吗？荧光棒，谢谢松松。我也113，你还比我胖3斤呢。好久去录视频，等馆长回来吧，等馆长回来我们再去拍视频，说四川话标准些，我觉得。但是如果我一直说四川话的话，我的普通话就练不好了，对吧？哥哥和你站一块。对啊，我哥自己做的，这钢铁侠是我哥自己做的，是不是觉得特帅？
一会儿再给你开其他的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考虑开其他的东西，可以考虑一下蒙眼睛跳舞，蒙眼睛跳舞球都拿不到，怎么看嘛？你是哪一个？是经常领舞那个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在最后的。经常领舞那个是馆长，谢谢，谢谢娃娃，谢谢一个关注。你亲哥哥吗？不是我亲哥哥，是我表哥。惠子好些了吗？他今天稍微好了一点点。馆长什么时候直播？等馆长回来的时候就直播了。谢谢沙拉黑油送的星星，谢谢谢谢。小哥哥看到我很开心，看到我很高很开心吗？没有吧，很喜欢你们跳舞，尤其是脚。如果说我们跳舞，你们觉得可能是我们队长拍的好吧？idol， 知道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花式球我会一点点，可以啊，会一点点挺好的，慢慢练嘛，因为看自己喜欢嘛，很多人喜欢实战，像我就比较喜欢玩花式篮球。你认为你们组谁跳的最好了？肯定是队长啊，这不用说啊， C 位哥哥，C 位哥哥跳的最好。小李子今天这么乖的吗？难道我以前不乖吗？馆长啥时候回来？馆长应该就是后天左右这样子吧，我也不确定。Hello， 欢迎欢迎欢迎新来的，欢迎你们！我现在在挑战边跳地板舞边玩篮球，这么好玩的吗？那挺好的哦。他那几点钟直播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排练，有时候会去玩其他的，所以说也不知道几点钟直播，但是都会在群里面通知的。我想给你一块录视频，可以啊，只要你来成都约球，一起可以一起录视频呢。你没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吗？就你可以加这个号上的主页微信，然后小哥哥会把你拉进群的。好的，所以说你们可以，如果没加的话可以加一下，谢谢。欢迎欢迎欢迎新来的，我今天才关注你的啊，真的吗？好了，谢谢，那你以后再关注了比赛时，去比赛的时候直接跳出了。什么意思没懂？谢谢 Luna， 你是不是 Luna 姐姐？因为昨天好像拽哥直播的时候，露娜在送礼物，拽哥教我读的。你能把帽子摘下来吗？可以摘啊，怎么不可以摘？你要把这个帽子也摘吗？这个帽子摘头发可能有一点点乱。舞蹈我也会跳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欢迎欢迎刚来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嗨 ，Hello。
都在，可以啊，可能有一点点乱，对，特别乱吧，因为头发今天没怎么弄，所以我就戴帽子就出门了。嗯，帅，谢谢，谢谢小军。对，头发比较乱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你丑了。嗯，好吧，丑就丑了嘛。偶像练习生的舞蹈，我挺喜欢的。你说的是 AA 吗？嗯 ，Luna， 我今天在我哥这边直播，我没在家，我在我哥这里。然后如果说我回家的话，可能太晚了，所以说我就在我哥这里直播给你们。不过灯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好，所以说不好意思。就是我在挑战玩花式篮球，然后以后去比赛可以跳花式篮球，这么厉害的吗？那你可以慢慢练哦。嗯，对呀，你最近咋不打游戏了？我最近没打游戏啊。嗯，最近在学很多东西。谢谢 Luna 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我们老大是谁？我们队长是馆长，没有老大，他是我们队长。谢谢谢谢 Luna 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玩篮球很帅，嗯，谢谢。我们是玩花式篮球的，可能跟打实战的不一样。你打什么游戏？我偶尔玩一下，嗯。绝地求生，但是很少玩吧。谢谢 Luna， 谢谢。嗯，很不同。对，我们主要是以舞蹈结合，所以说没什么的，所以说跟实在区别很大。阿信，你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呀？我现在还不太清楚，可能轮流直播嘛，就每天轮流一个。你们打王者荣耀吗？江豆打王者荣耀，小孩子可以学吗？当然可以学啊。对，吃鸡游戏你也玩吗？没事，谢谢 Luna 送的墨镜，谢谢。对，钢铁人钢铁侠很帅的，一会儿到中间的时候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还有很多个很帅的，一会儿你们想看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等我直播到一半的时候或者快结束的时候，好吧。我之前学过篮球，很根本很难学，对，确实挺难学的。什么段位？我段位很土的了，很小的了。你们兄弟情深，嗯，还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感情都比较好。我明天要是一会儿再看不行吗？你多大？我今年22岁。你咋不更新抖音呢？因为这两天下雨呀，然后就没更新。拜拜，盖世英雄，谢谢李七宝送的等粉丝登台，谢谢。成都在下雨吗？对，今天在下雨。今天好像都快下了一天了。你们看我都穿这么厚吗？挺好的，别人的22岁，难道你已经很大了吗？那些兄弟们呢？我队友他们在家，
因为我们是轮流直播，所以说一天一个人，今天轮到我直播，谢谢。你们是不是在春熙路？我们有时候会在春熙路拍视频。谢谢 Luna 送出的呱唧呱唧，谢谢，谢谢 Luna 姐姐。没有没有，你不懂我的意思。坐等你们的同款卫衣，嗯，还应该在双十一之前能做好，所以说你们慢慢的。嗯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欢迎我们的惠子小哥哥，哥哥。这首歌好听吗？嗯嗯、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小魔女。嗯、还是你们年轻好。其实22岁也不算很年轻了吧？看到他进直播间，对，他刚刚进直播间了，进来一下吧。你跳舞很好看。嗯，我跳舞不好看，馆长跳舞好看。巧了，我最近也在成都。你在成都干嘛？我咋看不到？可能是你一不小心，你一不小心在看其他的时候，他就悄咪咪的就进来，所以说你还看不到他，还小。22岁，说小也不小，说大也不是很大，就是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年龄吧，老头心，你才是老地瓜仔，你在叫我老头心，我20岁也大，还好吧，20岁刚刚好，我想下次直播可以看见你们的舞蹈吗？我们直播一般都在家，所以说不会跳舞。嗯，可以领证了，你们女孩子20岁也可以领证了。我想学你们跳的丝棉飞行，你可以其实慢慢的看视频扒吧。我发现我离不开球，正常的喜欢篮球的每天都抱着球，突然离开篮球就有点那啥，不习惯。28岁。应该刚好可以结婚，刚刚好。嗯，这歌好听吗？好听吗？只要你们玩得开心就好。我们啊，现在就想把团队做好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吧。丝棉飞行我会跳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加油，谢谢谢谢，笑口常开，谢谢。Hello， 厉害了，反正挺厉害的吧，我都还不会。给你看一下我哥的歌，嗯，这个狗好重啊，它都有10多斤。抬头起来，起来看，好，下去吧，让开让开，我要睡了，好的，拜拜。好可爱，这个狗它拔得很，不是，它就是一个流浪狗，然后我哥姐来养的。嗯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皇后。猫和他，你选谁？我都不想选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他们总是很烦，有时候。你好乖，我乖吗？豇豆了，豇豆明天直播。嗯，过去，把那哈过给他弄过，过去。我去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他要一直爬到我身上来了，我受不了了。
过去，你妈妈喊你，你爸爸喊你过去，喊他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听见，他听见。过来。因光线有点不好，抱歉，因为这是没在家，这里没有那个啥，所以说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。他好喜欢，他总是来身上爬，然后就一直不乖，一直超想学你们的舞蹈，可以看视频慢慢学。动物都喜欢我，你们怎么知道动物都喜欢我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前面说啥哈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到馆长直播？馆长直播的话，应该要等他回来两三天后。你们几个当中目前有没有谁在谈恋爱？没有啊。王米亚也熟吗？也熟啊。我知道 你是谁了。我感觉我学的挺快的，那挺厉害的哦。你太迷人了，没有吧？我是云南人，家中猫猫都往我身上跑，没有，他们总是太胖，总是往我身上跑，我就不喜欢他们。肯定知道啊，人畜无害。你上次说洗头掉很多那个吗？我上次说谁洗头掉很多啊？啊，我上次有说吗？我肯定，你和豇豆都很软萌。你要说我们矮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兄弟啊，我没亲的那种哥哥弟弟，我有姐姐，亲的。你今天没 WiFi， 为什么呢？你没在家吗？没事，如果忙的话就去忙吧。孟宝睡了，谢谢送的抖音。我单身吧，我们队的都单身了，一看就是新粉，刚进来的，欢迎欢迎欢迎新来的朋友，不良少年，谢谢王米亚。你和豇豆好像小公主，哎呀我天，没有啦，只是我们比较粉丝比较少。单身都是骗人的，来让我双身了。上次出镜的你还是馆长的女朋友吗？上次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该谈恋爱了，谁说的？还早，22岁。谢谢孟宝睡了送出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你们这些舞蹈都是自己编的吗？是我们队长编的，所以说，那个白头发的腿好长，谁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心儿还是个宝宝，我不是宝宝，我是男人。谢谢谢 IMY 送的星星，谢谢谢谢小姐姐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没有常小姐在就没有乐趣，其实我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直播，但是常小姐一在，她就总是怼我。砰！
我想学你们花式篮球舞蹈，可以看视频慢慢学。骗人，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，小李子？你好可爱呀，我怎么可爱了？新哥，惠子哥哥啥时候播？惠子小哥哥前天才播了，然后明天是豇豆，如果馆长回来就后天是馆长，如果馆长没回来后天应该是惠子。你笑啥嘞？我明天应该能学会五个吧？学什么？学五个。你就是最好，想与你分享拥抱，感觉你心跳，你有专属的味道。其实你一点都不乖，我怎么就不乖了？我很乖的，你这样说他，我告发你。他真的每次来他都怼我，你们作证。你的视频舞蹈啊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感觉你们不固定时间直播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原因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，要排练，或者说有时候在外地，所以说就这样子，时间就不能固定下来。但是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通知的，谢谢。你谈过恋爱吗？我这个问题有点深奥哦。我想说，能很好的休息吗？休息时间够了，没什么其他的。你的小可爱 ，Hello， 欢迎新来的朋友们。Hello， 想加你的私人微，加我的私人微信吗？因为你可以加团队的微信加进去，但是我们私人的微信可能有点，因为公司不允许我们加。抱歉，不好意思哈。明白，你们明白啥？常小姐，其实我挺乖的，但是你们总是说我不乖。我给你们听一下，你能发个失眠飞行的慢动作吗？因为那个的时候我看一下，到时候我叫他们给你们发一个吧，应该没有吧，最近没时间拍。我看你有种看孩子的感觉，我有那么小吗？今天他最好最美，你再说打他。我知道他好像今天要是你朋友也不叫你，叫你家朋友肯定可以自己家。我让你们听一下我的歌单吧，这是我的歌单。我想娶了你，你想娶了我？那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你看我也会玩花式篮球，对啊。Hello， 康随一生，我想拐卖你，你想拐卖我，拐卖儿童啊？你想表白？不行，你喜欢男的，我不行，我喜欢女的。我想表白了，你表白啊？你跟谁表白？依然遇上了直播 ，Hello， 欢迎康随一生。咱们俩迟早也会成为朋友的。那个字念跟哦，跟随一生，跟，谢谢，一直说，谢谢，太爱你了。普通话有进步。
因为上次普通话没练好，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练。我是男的，你是男的，那你我是兄弟了，你真是有问必答的哈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只要你们问我能回答的，我都能回答吧。好的，爱吃饺子的猫，拜拜，早点睡。后面不错，对，后面他是一个钢铁侠。梦宝睡了，谢谢谢谢梦宝睡了。因为我现在在我哥这里，他们在家里面，所以说今天当我直播。谢谢。真的吗？我也喜欢玩花式篮球，你也喜欢，所以咱们俩肯定能成为朋友。肯定是朋友啊，是吧？我想知道怎么表白，你去网上搜了，我想和一个女生表白，那你在网上卡了，我又不会表白，忽略了我。你跟随一生没有啊？没有，可能刚刚我卡起来了，没卡到你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跟随一生。我喜欢阿星，谢谢。你哥家也是在成都吗？对，他也在成都这边。好的，扎姐，拜拜，照顾好自己，天气冷了，多穿点衣服。谢谢梦宝睡了。所以说不能加私人微信吗？对，不能加。拽哥会来吗？拽哥的话，他昨天直播了，你没看到他直播吗？其实如果你想看我们直播，你们可以加大号的那个微信，然后他们把你拉进一个群里面，粉丝群，然后我们去哪里都会在里面通知。爱你哟，我要睡觉了。好吧，拜拜，你是我的唯一，拜拜，早点睡。成都现在很冷吗？成都最近挺冷的，然后就你看我都穿这个棉服了，刚刚好。不开心？你不开心？你怎么不开心呢？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成都这边。锡纸烫，是一点点，很早之前烫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，马上加。没事没事，你加了主页微信，然后他们会把你拖进一个群里面，以后谁直播都会在里面通知。没事，你们每个人喜欢的人都不一样，但是能看我，能来我的直播间，所以说谢谢你们。今天下雨了，对，今天下雨了。成都哪儿啊？这里说了你肯定不知道，在我哥这里，就在春熙路附近。谢谢跟随一生送出的勾引。成都，你也没洗头吗？我洗头了，因为今天出门比较冷，真好。广州现在还穿短袖，真的吗？我们这个月中旬可能会去广州比赛，我跟江豆有可能会去，但是现在还没定下来，但是我们很想去，是挺冷的。拽哥是惠子传染的，我是韩美娟，韩美娟是谁啊？谢谢跟随一生送出的星星，谢谢谢谢王米娅送出的抖音。对，春熙路附近，你也不知道，广州，对，有可能会去，就这个月17号比赛在广州吧。小哥哥，你的模型也太帅了吧！钢铁侠，我哥自己做的，你落后了。再说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啥？你就是春熙路附近，我说了你肯定不知道。很近吗？我名字都能说出来，你说啊。很近哦，来不来深圳？深圳没比赛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就在春熙路附近住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哪里啊？在，谢谢。而且你哥也是个牛的，对，我哥他是跳舞的，
他是跳舞的，但是他能做钢铁侠这些很多东西，一会儿我再让你们看，这也太巧了吧。嗯，终于换背景了，因为今天我是在我哥这里直播，所以说背景可能换了一点点，说不定咱俩聊天哪天能见面，我只是偶尔来这边，明天就回我们家那边。新哥 Hello， 可爱的左西，你特别像一款游戏，什么游戏啊？阿星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曾正兴。送出，谢谢李黎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可爱的左西送的小星星。你是我的世界，我什么？你就是我的世界，你也是我的世界。你什么时候下播？我，嗯，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？现在9:50，我10:30下播，10:30。我跟拽哥是兄弟啊，但是我们不认识的，但是来到队里面了。我之前我都还不知道拽哥叫什么名字，别人都叫他阿拽，后面我才知道他叫真觉醒，所以说好了啥。10:30下播以后是不是要回家？不回家，因为还饿，我还没吃饭。你也姓曾，拽哥也姓曾，对啊。豆子回来没有？豆子没回来，他还在学校。明天豆子直播。对啊，你们真是缘分。那你是不是出去吃东西？我不知道，应该点外卖吧。他居然不回来，因为他要在学校教他徒弟吧，所以说可能想去比赛的话，那啥。也很让你们相遇，没有啊，没有让我们相遇啊。你要出去吃东西的话，可能遇到你，怎么可能遇得到你嘛？再说遇到你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。要按时吃饭。17号在广州哪里比赛？现在还没具体位置，还不知道，只是通知了一个比赛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到时候可能要去，我跟江豆去。如果去的话，到时候会通知你们吗？你现在好正经，我以前不正经嘛，你相信我。你要出去的话，我专门堵你，你肯定堵不到我的。你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你知道我长什么样，但你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啊。私底下你不是哦，私底下我不是，私底下我怎么了？你知道我私底下怎么了？你上次直播好拼。上次喝了点假水，我知道我去堵他，你怎么知道？芬妮刚刚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是吧？你准备来看我们吗？我操！不好意思，刚刚居然20个人直播，有20个人在线，一瞬间掉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送也已经花了吗？来来来，来什么？我在这附近打篮球，你知道吗？下雨你怎么打？不知道哦。难道到时候你要来看我们？现在从香港过来这边近不近？方不方便？嗯，我们也只是准备，但是还能不能去到还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你们是在内场打吗？球馆。谢谢小李子送的星星，谢谢。有高铁很快，真的吗？如果到时候我们去广州，跟你说一声哦。
我一个男生都觉得你们好帅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谢谢沙拉黑哟送的东西，送的礼物。嗯，其实有的会觉得我们帅，有的会觉得我们丑，就是土，看自己嘛，看自己的审美，或者说有自己喜欢的。我太喜欢你的钢铁侠了，真的吗？不要叫我小李子，让我叫你啥嘛？我知道有球馆，哈哈。为什么觉得我会去？因为刚刚你问了我，我感觉你情绪有点激动，所以以为你会来。不会不会，真的很酷。嗯，那谢谢长颈鹿先生。其实我们的话也主要是就想把花式篮球跟舞蹈结合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，更多人喜欢上这个东西吧。所以说可能有些会喜欢，有些会觉得我们花里胡哨的，一会儿还得打会儿篮球。好吧，那你就去打吧，就叫李李吧，李李我叫不顺口，就叫小李子吧。去也不让你们看到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？我今天没在东郊记忆，我今天在春熙路这边。我也玩篮球，你们打实战的还是玩花式篮球？我要学你那花式篮球舞蹈。嗯，可以啊，学啊，挺简单的。你一个人吗？今天我在我哥这里，所以说今天我一个人实战的。我看都看出来了，花样年华，打实战的。我实战打不好，我运球运不好。嗯，而且我也不高，所以打实战我就打不好。好的，拜拜，梦宝睡了，拜拜。谢谢这个一大片念念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 IMY 小姐姐送的棒棒糖。她总是不跟我说话，她总是悄咪咪的。不叫李子的话，那叫爸爸，叫小李子。谢谢。你哼啥呢？哼！我喜欢打三对三，对，打半场的话就没那么累。有时候我们一个礼拜会去一两次吧，我跟拽哥惠子，我们三个人会去约。算了吧，再看你一会儿。嗯，九月桥不是九月桥，说了你不知道。你和狗狗掉下水，你和狗狗掉下水，你哥救谁？肯定我哥会救，狗会游泳的，我也会游泳的，他根本不用救。谢谢露娜，我还以为你都走了，露娜姐姐。露娜吧，是你吧？晚点再学要得。你抽烟吗？这个问题拒绝回答。好想跟你们打球。你在成都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我们有时候会去沙河校区打球。嗯，我最近有点想把升天制改成花式篮球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慢慢排啊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云南的，我是云南的。湖南，谢谢吴昕送的小星星。上次那个跳水视频笑死你了，我怎么了吗？我跳的不标准是吧？
你不在成都啊，我还说你在成都的话可以约打球。丑，好吧，谢谢。我在遛狗，我还以为你在，我还以为你在干嘛嘞？云南哪里？云南文山，说了你可能不知道。常小姐来了，对吧？多动症阿星，对对，知道我有多动症。谢谢赤林，谢谢 Luna 送的礼物，谢谢艺林送的粉丝登台。对，让我发首歌哈，发首歌。常小姐来了，给大家发首歌吧。好像今天是常小姐生日吧？生日快乐，常小姐。我也是云南人，云南红河，好吧。云南，他是不自在吧？没有，我有多动症。渣男，你看他一来他就怼我。我们祝一下我们的常小姐生日快乐，好吧？祝一下，对，生日快乐。渣男，我不是渣男。你喜欢数码宝贝吗？数码宝贝是什么？生日快乐，阿星！昨晚你在直播间里说你是你们团里最帅的，那我肯定是开玩笑的啊。阿星好暖心啊，我知道我肯定要祝你们生日快乐，对吧？你们，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你们支持，我们祝常小姐生日快乐。好的好的。好，差不多，对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好，现在来继续听我们的歌，好吧？要得不？哟，我的歌都找不到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歌。Hello， 欢迎新来的朋友。Hello， 欢迎欢迎。你播到几点？10:30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播一个半小时。刚刚可能消息没看到，我就不划上去了。然后我们就聊会儿天，然后就下播，好吧？你们那边要女生吗？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学着玩，因为我们但是要真心喜欢花式篮球的，而不是说只是来玩玩或者说什么样的，所以说那啥，是吧？我想报名，你想报名什么？硬币哥吗？什么硬币哥？我只要三宝贝，当中爱自由。这么大，我肯定是真喜欢。真的吗？我现在给你们开一下钢铁侠，好吧？我现在给你们开一下钢铁侠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喜欢的。哎呀，这镜头怎么？等一下，我研究一下这个镜头怎么把它调过去哈。哎，不对，这个你们教一下我这个镜头应该怎么把它弄过去？研究一下。哦，对，我找到了。
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背景后面的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在我背景后面的，帅吧？他远景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特别帅感觉？然后上面还有这些，然后看下一个，噔噔噔噔，这个肯定酷吧？这个女的，这是女钢铁侠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帅？是不是？还有很多，上面还有很多。对，这些都是我哥收藏的。他这个是钢铁侠，是他自己做的。然后他四驱车是他之前收藏的。还有，你看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，这些都是他自己设计的。外面还有，不过外面有点黑，我打开一下灯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你看外面这里还有一个，能看到吧？这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两个，这个有点很早，第一台带他自己做的，这些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，这个可以穿的，可以人穿进去的，这个也可以穿进去。这个，然后这个也可以穿，然后里面那两个是模型，它不能穿。我穿一下看，我太矮了，不太适合我。这两个我穿着的话，而且很费时间，然后可能要很久。好，看完了吧？现在我要调一下镜头，你们稍等一下吧。看完了是吧？还有他有些东西都收藏起来了，就没人看到。你穿一下看看我，你如果我穿的话要费很长时间，十多分钟。有点想进我们团队，我们团队对屋里有点乱，毕竟摆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说有那么一点点乱。因为好多钢铁侠他做的做工也在这里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乱。你想进我们团队，下次馆长直播你跟他说，我现在在我哥这里，在成都。你穿的厚像个憨憨，我因为冷嘛，我又不是那种要风度不要温度的。狗狗在叫你抱他，不，他要跳来我身上了。我今天穿白色衣服，他跳上来不行。过去睡觉觉。今天冷得扣死。对啊，多穿一点嘛。他这是一个流浪狗，然后我哥下班的时候接把他捡回来养的，然后就养了很久了，都半年多了吧。你这也太黑了，对，今天环境有点黑，所以说，展开，所以说，抱歉哈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环境确实有点不好，我要去看你们视频喽，去吧。好像不是，他好像是杂交的。他不听我的话，他听我哥的话。
我哥叫他去，我哥叫他去，他就去。后面的东西东东太吓人了，吓人吗？钢铁侠这么帅，刚刚才看过，挺好的啊。有这么冷吗？确实挺冷的，今天确实挺冷的，哈哈。我在穿短袖。露娜姐姐，你是在广东那边吗？还是在沙亚那边？只有广东那边才会现在这个季节穿短袖吧。我好心塞，你心塞啥？他要舔我。深圳啊，对，深圳的话那就刚好，我姐也在深圳。我姐她也在深圳。大黄蜂我也超喜欢。我哥没做大黄蜂，他还会做蝙蝠侠那套服装。我怕有呀，天真的功，因为你塞满了我的心。我天，你这是土味情话吗？哥哥好帅啊，他们都说我今天特别黑，在这里你还说我帅。他总是要爬来我身上，还要亲我。明天是豆子直播吗？对，明天他直播。这只狗很喜欢你，它总是跑来这里抱着，它就在我怀里，动它都不动。云南人本来就有点黑，对，我挺黑的，很正常，没有那啥。你下次穿着拍视频 C 位给你。这个钢铁侠穿着跳舞的话还可以，但是玩球的话玩不了，魅力太大了。没有。你是我的唯一，你又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干嘛去了，小哥哥。你脸上有点东西。我脸上没东西啊，虽然有点黑，但是没东西吧。黑的健康，无敌帅星，狗狗都想亲你，他亲我，反正他就这样子。你看他总是想舔我，我才不让他舔了。有点帅。丑帅的是吧？你想说？谢谢露娜送的东西，谢谢。我睡不着，你睡不着，那你就跟我聊会天呗。有点帅气，你们别说，一说我一飘，然后你们都控制不住。太黑了哈，好像确实有点黑今天，所以说抱歉各位，打扰到你们的眼睛了。哥哥每天都很帅，但是今天更帅。你们今天晚上是轮流夸我吗？阿星，拽哥做饭好吃吗？好吃，比一般饭店做的都好吃。那现在家里面是不是有惠子和拽？对啊，切切，哇，你们都帅，整天乱想，没有啦。我买了一套迪迦奥特曼的服饰，我知道迪迦奥特曼，你买来穿吗？哎，福星你来了吗？福星来了，阿星哥的彩虹屁，什么彩虹屁啊？小李子，你自然都好看，很可爱。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在看拽哥直播啊，露娜姐姐？我会，但我做的不好吃。明天还有课，要不就多看哥哥一会。没事，如果上课的话就去上课吧，好吧？没事，早点休息，好好上课。明天你能不能直播？明天是豇豆直播，说你夸拽哥。我拽哥做饭本来就好吃，人长得又帅，又能做饭是吧？我想看你直播，没事啊，我们轮流每天都不有不同的小哥哥看的。对啊，从小看到大奥特曼，最喜欢的就是迪迦。你还知道迪迦的吗？因为我在旁边，我听到拽哥念你的名字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你。拽哥在你们几个当中最会做饭的，对。长得又帅又会做饭，谁不喜欢？我是女的我都喜欢。我来晚了。
吹过什么精彩的内容？没有，今天都是闲聊，没聊其他什么的。我直播不像惠子直播，一直有礼物刷刷刷刷刷。我直播基本上都是跟我聊天。我让你拍一下他，他就趴在我这里，他动了，他都不动了，他就住在这里。还有四驱兄弟儿时的回忆，四驱兄弟好像我没看过。阿信，你是拽哥的小迷弟吗？对，我是他的小迷弟，他什么都会做，特别崇拜他。谢谢露娜姐姐。阿星笑一个吗？为什么要叫我笑？谢谢坏孩子送的星星，谢谢，谢谢露娜送的星星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拽哥脾气好吗？很好啊，不过他很高冷，他教你，他教我，他我比较笨。拽哥教我解音乐的时候，我总是被他骂。我笑起来又不好看。谢谢 Luna 送的小星星。既然说男团了，肯定不会是要女生的啊。也可以组一个女团啊。你这么完美。就是有个缺点，你们就别那啥了，骂回去，不敢，他骂了，我不敢骂他。以后好出个女团，对，你们自己组个女团吧。肯定不会的。拽哥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可以透露一下吗？呸，不能舔我手。拽哥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？这个我不告诉你，你下次他直播的时候你问他不就对了？但我例外，你不敢骂拽哥，那你敢骂谁啊？我谁我都不敢骂，我只敢骂我自己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笨？怎么这么笨？阿星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。他敢骂我，对，我敢骂陈友健。你们都很厉害，在一起更厉害。团结的话最好看，我们一直都很团结啊。好吧，我敢 diss 拽哥，你要出首歌吗？切切走了，拜拜，切姐，你要走了吗？好吧，拜拜，早点睡，要上班的可以早点睡。他总是想舔我。哥哥，你跳舞的时候好帅，我这里跳不了，因为在家直播都跳不了。组女团在逗我吧？你喜欢比你大的女孩，还是喜欢比我小的女孩？我也不知道，看感觉吧。而且你直播到几点？我等一下得温习，你得考历史。那你好好考吧，我还有几分钟吗？现在10:18，还有12分钟下播。我等一下的温习要考，他饿了吧？他不饿，刚刚才给他吃了东西。不，狗都是这样子的。拽哥为啥那么高冷？这个你问拽哥，他为什么那么高冷？
你和钢铁侠跳，他不会跳舞。帅哥私底下很高冷吗？私底下还好吧，因为家里很窄啊，怎么跳嘛？我感觉你们那肯定不会组女团，因为没人啊，有人怎么组啊？我们都是男的，叫我们去穿个女装跳舞吗？终于等到你了，你知道我吗？阿信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说。表哥表面高冷，内心火热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可不可以播久一点？不可以，因为我今天很，因为我还没吃晚饭，我有点饿。真心好想进你们团呢、啊。下次直播的时候你就去那啥，去问馆长，那样他能红。猪脚石你不知道吗？那样猪鼻石，猪鼻石是罗志强是吧？你们外出也出那些女粉丝聊拽个啥反应呢？拽个就是合照就合照呗，然后签名就签名呗，然后都可以吃播。我不喜欢吃播，因为我感觉会吵到你们。不用点，然后跟我哥在一块儿，一会儿播完就可以差不多吃了。秘密就是我很喜欢你，我天。你喜欢我啥嘞？馆长是谁？馆长就是 C 位那个队长，我们队长发定位，我们马上到。你到哪里？你来找我吗？要不你得还说说呗。就他直播的时候，你加粉丝群，馆长直播的时候会通知，然后你就等着看他直播。他是队长，跟他聊。你想知道你是什么吗？我想知道，对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。在我们队里面，本来我今天刚来我就想问你们了，但是好像后面我一问了，那个时候人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说我现在问一下，你们看我在团队里面属于哪一种，然后觉得我能做什么。回答一下，直男温柔，我直男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在我哥这里，在我哥这里。没有你，视频就不好看了。怎么说？哎，嫂子，做什么？你就是个逗逼，时常发神经，我发神经，对，有时候会发神经。可爱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对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小可爱。那我以后就要负责可爱了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要不然你给他说，我给他说，他不听。拜拜，沙拉黑友，早点睡。在我的脑海里。好，还有七分钟，还有七分钟下播。哎，江豆来了吗？江豆，谢谢江豆送的小星星。我觉得你很顽皮可爱，然后很像太阳。哎呀，你这样子我就恼火了。哈龙哥搞套衣服。发着太不方便了，直播要站着直播，然后他们也看不到。我可以给你们戴一个头盔。臭小子，我可以给你们戴，我给你们戴一个头盔哈。下来。
你让我猜这个啥？哪个动画里面？这段我晓不得。光明皇帝。Hello。这个帅不帅？你们觉得？这个肯定帅噻。你们直播能不能早点？我9点直播应该挺早的吧？你就比个心，我比不了心，太大了，这个不大吧？还有一个毒液的头，还有一个毒液的头，没戴比较帅，戴这个只是木化牛魔王，还牛魔王。完全看不出里面是谁，肯定看不出啊！带着这个，对啊，我没在家里，要是我在家里，我还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，我再给你们画一个，再给你们画一个。再给你们画一个，这个肯定会吓到你们，我跟你们说。这个帅吧？这个。这个肯定帅是吧？我再把帽子戴起来。这个很帅吧？下次我跳舞我就带着这个跳。帅吧？走。感觉吗？感觉吗？这感觉不错了，那个一帅，我不是他，这不是 cosplay， 就是他就喜欢弄这个钢铁侠，跟动漫那个还超满吗？动漫，就是动漫那个啥的，这个帅吧，这个蝙蝠侠，万圣节的时候可以带出去，不是常小姐刚刚说我，不是刚刚常小姐说我，说我再这么下去，找不到女朋友，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啊？对，还有蝙蝠侠，然后毒液钢铁侠，还有各种，还有剑啊，这些他都能做，特别帅气的。我看一下，还有两分钟啦，还有两分钟就下播了。然后你们最近天气比较冷，然后你们都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然后天冷了要多穿点衣服，别感冒了。然后上学的好好上学，上班的好好上班，多挣一点，多挣一点钱。锡纸烫吧。然后你们要好好的，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跟你们聊，好吧？希望你们每天都想我，我也每天都想你们。加油，考试的一定要加油。谢谢每一个喜欢我的人，爱你们。谢谢你们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叫阿星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。然后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，拜拜，拜拜。
谢谢你们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早点睡，每个人都照顾好自己，嗯，好，拜拜。